力挺万华。我们看啊，台北市的万华呢，因为这一波疫情受创相当的严重，商圈的人潮可以说稀稀疏疏。立委林长佐还有艋舺地区的六大夜市，他们对外召开了记者会，除了公布要进行募资的计划之外，同时也发表了几款振兴商圈的文创好物，也希望全台各地的民众解封之后，不要忘了到万华多多来消费，提振商圈。来这边消费，我们的六大夜市呢，也都会有很多的商家推出相关的这个折扣哦，让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悠游卡来这里快乐的消费。限定版悠游卡畅游万华，还有精选的好物可以收集。那这个口罩呢，就有多种款式，包括说有这个黄底这个红字的邦嘎，那也有这个两款黑底红字的这一个万华口罩卖出去，它都还会再捐给我们六大夜市商圈的这个联合的促进会去罢口。希望用行动来挺万华，然后也希望说在这一波疫情里面，所有的万华的风风雨雨愉快过去。万华六大夜市商圈最期盼的就是许久不见的人潮可以慢慢回流。我们的商圈是非常的团结，那我们唯一共同的目标是我们不被疫情打败，我们会团结一心来向前看。那如何去振兴我们的艋舺？因为这次真的是非常，这次我们万华真的是非常严重了，真的。那很多人听到万华这两个字，可能会非常的害怕。无党籍立委林长佐以及广州街、南梧州、华西街等六大夜市代表共同举办记者会，除了宣告将要重启的期待，也推出募资振兴计划，将分成三个阶段，希望募得百万经费，能够举办相关的振兴活动，让万华能够扫除阴霾，再展往日的繁荣景象。人间卫视综合报道。